嗯，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林奇，欢迎观看这一次的视频啊，这一次还是来玩这个 SL，嗯、呃，就是玩这个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剧本了，啊，等一下我先吃个糖，嗯哼嗯哼，其实说点其他的话题吧，应该很短，我就不接，我就不分开了。 有时候感觉我还挺运气挺好的，就我今天跟别人聊天稍微聊讲，这糖怎么撕不开呀？稍微讲的有点多了，就聊点对吧？有点感悟，我运气还算挺好的，我出生就是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到现在一样还是对吧？虽然一直在说这个什么中产阶级下滑这种。 应该不单是中国的问题吧，全世界都有吧。但是我依然现在还是中还是中等收入群体，或者叫中产阶级，这个名称不重要。嗯，嗯，怎么说呢？呃，然后我个人又并没有，就是说一直待在国内，也出就是离开过自己这个中国这个国家。 出去工作过两年，而且不是学习，而是工作，并且去的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两不同的，还是去过两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啊，这、就是两个不同地方的南美洲和南亚，对吧？南美洲和亚洲两个不同地方的发展中国家，呃，然后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也是深入去。 虽然工作和这些没关系，大家应该也知道我是学测绘工程的，那么我的工作肯定是工地上面做工程的。但是我闲暇时间，我是去结，就是说认识过一些他们当地的，嗯，也可以说是底层底层群众，也去了解过一些。然后包括在就中国呢，更不用说了。其实，嗯，说实话，因为我自己家庭教育的影响，也因为我这个父母的一些。 可能说他们的习惯影响了我，就是其实我的朋友里面，应该来说跟我在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其实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占就是不多，反倒是低收入群体的或者叫底层的，呃更多一些。这个对，因为可能有很多因素影响吧，所以。 相较于，就是我可能算是个另类，就是我有时候想东西的思考方式会自觉不自觉的向向向低收入群体那边靠。嗯，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算是说算是说，如果说对于我个人发展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点吧，因为实际上因为我在我这个阶层。 那么最合适的方式当然是要为我自己这个阶层说话，而不是去为其他的学生，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没必要，对吧？因为我说了我，我我一直是一个很，我是一个很直，就是说反正是个很直白的人，我不说那些套话的。这个世界也好，这个社会也好，资源是有限的，这个等级制度。 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的消灭这个等级制度的。也就是说，你不同的人，你肯定是人有这个对资源占有的这个这个情况是肯定是不同的，是不均衡的，是肯定会出现贫富差距的。那么，你要保持自己的位置或者自己的阶层或者自己的这些对资源占有的情况，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为自己阶层说话，甚至是为。 比你更高一层的阶层的人说话，才算是比较好的。我是说在和平或者说稳定时期，而不是乱世啊。其实乱世里面也有可能吧，但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乱世，所以我不太好说。我没有这种，因为我我无论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出国的经历，我都是在比较稳定的国家啊。当然。 嗯，对吧？大家也知道我在南亚那边是斯里兰卡啊，这个因为之前视频也提过了。但斯里兰卡现在肯定是，呃、不咋样了，对吧？但是我在那边的时候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国家，所以我去的去到的国家都是比较稳定的国家，就是国内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嗯，比较就是至少说国内的社会整体算比较稳定了也就是说。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这种可能不太适合，也不叫不太适合吧，就对自己来说不太好。嗯，所以其实这些闲聊算是吐槽吧，感觉有点长了，我是不是又要切出来？啊，五分钟了，完蛋了，完蛋了，行吧。那既然切出来，我再多说两句吧。就所以有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我又做不出来，对吧？实际上我本来，我有我有一说一的话，本来其实我是可以再往，也不叫可以再往吧，就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也是分多少多、就是就是也是它里面也是有高低的嘛。虽然都叫中等收入群体，对吧？你这个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其实我本来可以让我们家或者说让我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更往上爬一点，有这个机会，但是我没有，我放弃了，我没有去，我没有拿，也、嗯、不叫我没有去争取，甚至我都没有去争取，不不一定啊，他是有机会嘛，不一定能成，但是我甚至没有去争取，因为有些东西我有些事情我做不出来，我只能这样说，我的家庭教育，我的家庭这个整个的氛围就是给我。 让我养生的一个思想就是，做人一定要要正直。我说的正直是对自己内心，就是你问心无愧，不是说外人看着你，就是说觉得你啊，就是在外面看上去你是个正直的人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要问心无愧，就我有些事情我做不出来，我只能这样说了，对吧？因为。 太过具体的话，可能不太好说出来，所以我只能这样大概说一下。所以有些这种机会，我也不是有些吧，就有机会的话，有这种机会我放弃了。当然，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后悔啊。我至今来说，我后悔的事情，我想一下，就是很让我懊悔的事情，其实这件都算不上。 对吧？最让我懊悔的事情是我没有，我当年有机会买比特币的时候我没有买。<laughs> 呃、虽然现在是不行了，但是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早几年、早早两年前不是涨得特别猛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候挖矿很猛的时候，我其实在更早以前就有机会有，当时是就有人建议说要我买点比特币，那个时候还说，对吧？大家就是一起买，每个人买点，对吧？但是后面。 哎本来大家都在那儿，其实也没有认真说吧，就是提到过提过一嘴，然后都说啊，大家每个人都要买一万，对吧？当时那个时候，呃，我那个时候还在国企吧，一万确实不算多少钱啊。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说确实算多少钱了啊,啊。当时那个时候，在国外工作的话，工资也也高一点，有一万应该算一个月一个月的工资，嗯，啊，我是说基本工资啊。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买的话，其实后面涨了很多倍了，涨了几十倍了吧？应该是，我没有具体去看了。反正比特币最最恐怖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涨了很多倍了。就，当然有机会的，差一点就买了。但是后面我自以为的理性啊，让我不要去碰这种这种虚拟的这种金融产品，对吧？ 当时可能也是，主要还是自己了解不够多。当时这个接受信息，其实信息有很多，但是我自己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个东西啊、哦。再退一步来说，是我对这种金融产品或者说金融产业的这个不信任，因为它毕竟就是一种左手右手到处倒，它不产生任何实体的东西，对吧？这种虚的东西，其实它不产生任何价值，它。 不产生价值，就跟我一直强调那个搬运不产生价值是一个意思，它是不产生价值，它的价值是虚空出来的啊。当然，简单一点想，对吧？那、啊、我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不能干，对吧？但是我说了，我的家庭教育不是这样的，就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我觉得价值，它就是，我是看价值而不是它的价格的。 就如果你一个东西是真的产生价值，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我认同。但是它如果真的它完全不产生价值，其实我是我不太愿意去接受这种东西的。所以可能当时这也是阻止我，呃，没有买的一个原因，阻止我去购买的这个原因啊。当然那个事情现在我很后悔，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嘛，对吧？就是少赚了好几十万，那当然后悔啊。<laughs> 所以其实跟那个比起来，其实我觉得我往上爬的话，其实你要说的话，那肯定那带来的不仅是几十万的问题，它这个包括其他收益啊，不只是钱的收益，对吧？你的这个呃社会资源，对吧？你的这个地位这些东西都有。但是我觉得跟我的价值观就是嗯。 不太符合，就是说，怎么说，在我的价值观看来，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就对于我来说，其实，啊、嗯，而且因为有得必有失，对吧？你要得到某些东西，你就要需要失去某些东西。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社会运行的一个根本逻辑之一了，对吧？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失去，对吧？什么都不失去就能得到东西的，对吧？有些东西我是不愿意抛弃的。 当然，我不是指实际的东西啊，它是一些人的这种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思想层面的一些东西，我不愿意抛弃，所以，所以有机会我也放弃了，就这样说吧，你说的太具体，可能影响不好，嗯，因为。 我并不是，我这个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去贬低或者说去讽刺，对吧？嗯，那一些愿意为了获得更高地位去牺牲一些，呃，一些其他其他东西的人，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这这是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跟他的经历有关。 跟他的受到教育经历、他的年龄层次，这些各各个各方面有关系。就是他有他的选择，每个人选择你。我作为一个，就是对吧？一个人的选择是否正确，实际上最最后只有说到底，我觉得只有他本人能够说，就是他本人后事后回忆起来后不后悔，对吧？如果他觉得不后悔，那他选择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 你任何人对吧？当然，如果说他这个选择侵犯了你的利益，你当然可以说他是错误的，对吧？但是一般来说，做一个陌生人来说，你是我觉得是没有权利去评判一个人的选择是正正确与否的。所以其实我这样说不说的具体，也是因为我免得到时候说我好像在讽刺谁，或者说是在在在在,在说哪些哪些人，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真的我。 我不太想去，我不是很喜欢去评价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人的选择。这也是多亏了。实际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多亏了，我就毕业以后签了单位是在国外工作，接触了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 这些人应该是这样说吧，对吧？不同背景的，然后不同思维方式的这些人，然后去就不断的进行了交，进行过很多交流以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我在南美洲，对吧？圭亚那，我直接说国家吧，没关系，反正圭亚那就是那个南美洲，现在应该算是十大最穷的南美洲国家之一，忘记了，应该是这个。 啊，但是他曾经在英联，他属于英联邦殖民地的时候，其实挺挺挺挺挺厉害的。他他教育好像是南美洲排第一，但是他他,他当他独立以后，他就啥也不行了。好的，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我就不不展开细说了。这个我也有有所了解，我这个原因啊，但是不展开细说了。呃，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我的我们的那个工程的监理是是个国际公司，但是具体到我测量。 我是测绘工程嘛，我这边测量建立是美国人，正宗的美国出生的人，呃，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啊，有一说一，对吧？这个并不是说，所以呃，跟他关系还不错。当然，这个很多人可能就嗯，有,有有有点什么想法或者什么的。我我一直是秉持这种观点，人都是人，那些什么。 互相之间的有些东西就是那种什么刻意制造的那些，我不是说已经发生的历史的那些事情是假的，我说有些事情是争执啊，是刻意制造的，或者说是怎么说呢？你知道政治它是需要，它是一小撮人的游戏，它其实很多时候代表不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当然，你说有的时候。 是有影响吗？有，比如说你说中国和美国这种仇恨怎么出来的？有的时候，因为你资源有限啊，你妨碍对吧？你双方都妨碍对方的发展了，对吧？妨碍对方赚钱了，挡别人财路了。一句俗话说的好，对吧？这个叫做挡人财路，就和就和杀父之仇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你说是普通民众在。 在私下里，对吧？对吧而且我说测量经理，对吧？我这个跟工作上没有关系，工作上我们都公事公办。但是我和他私下里面，我跟他交情还可以，我跟他交情还可以，还是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的那种，就，对吧？你就一般的人，大家都是人，虽然可能有一些各种思想的这个这个差异啊，或者文化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大家都是人，对吧？那都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是有好人有坏人。 对吧？都是有，反正就是你不管是都都各种性格的人都有，对吧？那那合得来的自然也会有。所以我在圭亚那那边是认识过美国人，对吧？还有他当地的当地人啊，当地人他们是印度人和黑人都有，从印度人和非洲的黑人都有，大概各占一半吧。我基本上都认识过一些，都认识一些。然后南卡这边一般都是他本土居民嘛。 但是在南卡这边的时候，西南卡我也挺幸运的，就是跟我可以说是合作吧，合作的一个当地的工程师，他是去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他的整个怎么说，你看他的思维逻辑，跟他那个风格就很有，就很有那种欧洲那些那种人的感觉，就是他那个行事风格。虽然他是一个亚洲人，你可以说他是个精神。 呃，精神英国人，或者说那个，啊，那个 c a n w e l s 对吧？那个叫做英联邦啊，精神英联邦人可以这样说。虽然斯里兰卡曾经也是英联邦，但是，对吧？但是他他是真正的精神英联邦人，可以这样说啊。呃，当然还有一些他,他当地人，我虽然跟当地工程师有合作，也跟我是因为我主要是测量，对吧？那我们下面做事的人里面也有当地的就是底层的平民百姓，对吧？那跟 当地那些工程师在他们当地应该可以算是那种，至少是中等收入群体往上走了，甚至都是那种高收入群体了，对吧？特别是在英国接受，像我刚刚说那个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那那他,他基本上都是精英团体了，精英精英精,精英团体了，对吧？呃，但是底层那些劳动人民我也有认识，也有交流过，所以其实你认识的人越多，你就会越发现一个事情，就是。 每个人他有每个人自己的看重的利益，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对错关系，对吧？你不能说他对的错的，他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挺不喜欢跟一些跟别人讨论一些话，就是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人思维太过于，你能说是太过于简单了吗？呃。 其实也不也不好这么说，应该是只能说是，呃，怎么说呢？看的、经历过的和看过的、见识过的东西不多，导致于他这个，呃，观点比较狭隘，应该是这样说。就观点比较狭隘，然后就导致你很难跟这种人沟通。 因为你要跟他沟通，你需要费大把力气去给他解释一些，呃，其他的事情，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他并没有经历过，他并没有看过，他，因为你是我，我只有一张嘴巴，呃，当然可能有一些证据，但是，你要想说服一个人是很，你要想说服，好像现在应该叫说服了吧？我是真搞不懂普通话了，说服一个人是挺难的，除非他亲自去经历过，亲身去体会过。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一个细节，就是当我在圭亚那做了一年，然后每年放，然后我休年假的时候，回到国内，我是在北京机场，呃，入境的。入境以后，呃，航站楼那边就是我，因为我北京。 他我入境的时候正好好像我是我想一下，反正那个航站楼我之前出境的时候不是走那边的，呃，北京因为太大我也搞不太清楚，我也不是北京人，感觉应该是另一个航站了吧，反正就是不是我出发的时候，一年前出发的时候那个航站楼，就我有点搞不清那个路，然后我就向一个呃他机场的服务人员去问路，我用的完全是中文，对吧？就是我现在跟各位说这个话，没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的。 中文就算在国内国外待了那么久，应该也没有退退步。他他，但是他认为我是印度人。当然，因为我在工地上工作，然后又是在热带，那肯定晒晒晒黑了嘛，那肯定是正常的。但是我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认为我是印度人。我当时其实很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可能理解了，就是他可能见过，他真的见过说话说中文非常流利的印度人，所以他才没有排除这个选项。 这也是我最近可能才想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不明白，就是你认为他的错误，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见真的见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没有把他直接扔到错误选项，而是作为了一个可一个一个可选的选项。嗯，就说这么多吧。我毕竟是来推兵棋的，结果现在说了二十多分钟的废话。 那剪一下吧，看一下时间啊，这个是二十二十二分一十七秒，OK。那么来退兵棋了，哎，又说了这么多废话。主要今天不过也没关系，我们这边疫情这个，因为突然出现了几个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例，导致这个全市搞了一个叫做静默管理，就是三天时间是，呃，除了必要的。 呃，这个行业以外，都全部都是尽量不出门，车也不上街。反正现在街道上面，我看到是基本上是没有人。呃，对，基本上是没有人。我看了一眼窗外啊，没什么人，不是没什么人是一个人都没有。店店铺都是冷冷清的啊啊！再下了点，还下了点雨，就看起来就更惨了。呃，然后街上就是到处那个车，呃，那个社区的那个在那儿拉着喇叭，开着车拉着喇叭宣这个喊这个。 宣传啊，就说非必要不出门，怎么怎么样，然后要做核酸，啥啥的。所以其实我空闲时间挺多的，因为不上班了嘛。<laughs> 所以其实多唠一下也没关系啊，啊，多唠一下，对吧？有些人可能有问，有有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说话、呃，虽然是南方普通话，但是总是一些北方的口音啊。我这里统一解释一下，以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解释啊，这里我统一解释一下，呃。 那是因为，首先我普通话是因为小学我就是，我父母就没有怎么教我方言，就虽然我还是会一点，在家里我还是用方言，但是他们就小学的时候就是让我学普通话，跟着我那个语文老师，所以小学的时候普通话学的就还可以。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说的不不好，比如说因为我一般都说因为，因为我说习惯了，我也不想特意去改，还有一些字字的差别，以及我这个口音。 这个 “n” 那个后鼻音不分，这明显的南方口音，呃，这我也不想改了，因为这个是经过认证的，真正认证的。因为我之前的我之前的国企实际上是在北京，现在是央企，呃，当时有北京人啊，北京人那边有北京人，呃，他听过我的话，他只能够分辨出我是南方来的。 分辨不出我的口音，包括其他同事有从各种各地来的，可都听过我的话，都只能分辨出我是南方来的，不能分辨出我是哪个省。我觉得已经够了，对于我来说这就已经是标准了，没有任何湖南口音啊。呃，具体是哪个省？湖南那边其实口音很多，每个市都不一样，甚至我这个市下面下辖的那些地方的这县之间都不一样。但是反正我没有带口音，就只知道是南方口音，就够了。对于我来说已经够了，啊。 呃，但是有时候说一些北方的话，是原因是因为我在首先母之前的公司在就是央企那个公司在北京，然后培训的时候是在北京，那肯定北京人比较多。其次，我待过的两个国家，我是在国外施工嘛，他那个项目上面北方人也居多，而且项目经理还都是北方的，一个东北的，一个是华北的，都是北方的，北方人也居多。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多少会养成一些这种习惯，会有一些习惯。但是就说，虽然我是用南方口音的普南方这种口音感觉的普通话说，但是有时候会带一些北方的词。当然我会混着用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各地口音有什么习惯，但是我反正听着觉得顺口，我就用了。就这样啊，我觉得语言其实并。 就是拿来用的，就我我我觉得说顺口就行啊，我也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我觉得说顺口就行啊。至于是这种，比如说你说纯洁性或者纯正统性这种东西，我从来不考虑的，这不是我要考虑。我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啊，所以而且我还养成一些习惯，比如说冬至，我是南方人，我是湖南人，但是冬至我会吃饺子，每年冬至我都吃饺子。 冬至吃那个晚上煮水饺，<laughs> 这个也是从，嗯、呃，我当时是在从一个东北那边的人那边人身上，那边就是他他跟我说的，说冬至要吃饺子，所以我这个习惯一直都还留着。呃，就这样吧，闲聊差不多了，快半小时了，开推吧。啊，二十七分钟，开推。好，那正式进入这个。 进入正片了，正片。好、啊，呃，这个咳咳剧本是这个第三个剧本，叫做《Simple Equation》简单方程啊。上期也介绍了整个剧本这个背景啊，以及它这个名称啊一些这种东西啊，就忘了说 ER 啊，双方 ER 都是三，就是这个平均经验水平都是三，呃。 然后布置我已经布置好了，这这一局是德军是防守方，美军是进攻方，所以德军先布置，美军先行动。那么关于这个加强的房屋啊，我想了一下，还是我直接明明示吧，因为我觉得盖牌我都是自己跟自己推，也没有必要，对吧？呃，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而且我平常进行射击的时候，也不会刻意去算这个房屋的加成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说了，他是说他这边的加强房屋是两幢房屋啊，就每一幢房屋，这个我先切换到这个视角，只要是这种连在一起的房屋，就算一幢房屋。一旦一幢房屋被加强，比如说这幢房屋有四格，那么所有格子都会是加强格，都会要写上这个加强的标记。那么这次德军是选择加强左路的这两幢房屋，然后德军的布置是这样的，就是。 呃，大概的思路就是把美军控制在这一线，因为左边这里是一个大平原，右边这里这里也是个大平原，就美军最比较好突破的地方实际上只有中间，所以两侧我们用机枪进行封锁，两侧用机枪进行封锁，完了以后，呃啊，机枪都是由这个二线制弹兵来使用啊，因为征招兵使用机枪会有一个惩罚。 就是熟练度的惩罚，呃，损坏只要往下下降二、啊、下降两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然后征召兵大概就放在边上，用来就是万一美军冲到跟前了，征召兵就来补来补伤害，因为征召兵这个，呃，怎么说呢？征召兵他这个射程很近，只有三点射程啊，打不了什么远程作战。这其实，呃。 二线掷弹兵也不远啊，只有四格，对吧？美军的射程都比德军远，这是一个其实挺麻烦的地方，对吧？作为防守方，呃，你的射程不如进攻方要远，这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所以我尽量的看法就是，把美军拖入对射阶段，就是尽可能多的让美军拖在这个地方跟。 德军对射，当然德军是射不过的，因为我们射射没他远。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用一半的火力，就是德军只能用一半的火力射击。但没有关系，因为德军是拖回合。这个剧本是六点五个回合啊，这个七是一个斜杠，是六点五个回合。在回合耗尽之之、就是，就是回合耗尽的时候，美军还没有占领二十五幢房屋，那么美军就失败了。所以德军其实主要就是要拖延时间，拖延。呃。 阻止美军过快的攻入这个建筑群，因为像我算了一下，只要美军控制这一块地方，基本上就二十五格了。因为它是二十五格，不是二十五幢，对吧？虽然这个加强房子是按幢算，但是控制 VP 点是按格子算，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算四格，而不是一幢。所以美军只要控制这一块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要到胜利。我们数一下嘛。 一二三四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十七，这一块就有二十七幢房屋，美军只要控制这一块就已经能获得胜利了。所以德军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往后退的机会，所以只能够把美军阻止在这个位置，就是让美军，就是说，呃，让把美军拖入这个对射状态。 这样的话就拖慢美军的进攻节奏，因为防守方肯定会输。我们只是要，就是如果回合数无限的话肯定会输，只是要我们要拖延足够的时间罢了。呃，好，就这样。那么，呃，美军这边的策略呢就这么布置啊，就机枪全部放在右路，然后进攻部队放在左路和中路。啊，美军的策略就是从这个地方。 把这两支部队啊，在这边展开，然后这些部队啊，在中间展开，展开以后先用强大的火力，美军的射程是六，步兵射程是六，然后火力也是六，非常强。特别是把他们连成火力组的时候，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德军，然后再一鼓作气冲过去，呃，战然后把防线撕开，呃，喷火器配置在中路用来清理房屋，机枪配置在左路是因为左路这里我需要一挺机枪用来压制这个德军。 不好意思，我这个弄错了。这里需要一挺机枪啊，去压制这个呃这班德军，因为这个德军控制了这个这一块空地，把它压制住以后，美军就可以从这边进攻，呃，当然也可以从中路进攻，反正就从中路进攻的话，它的右侧也会更安全一些。这挺机枪我开始准备放在这边，然后等到中路取得进取得进展以后，把它转移到这个位置，用来压制这边的德军，就是我们。 先右中再左的思路去进攻德军，呃，因为是德军先布阵嘛，所以美军可以后布阵。当然，美军是不清楚这个房屋是加固的，我这边也没有考虑过这个房屋是加固的。我只是单纯从这个地形上来说，因为呃，美军肯定是要从中路打开突破口的。我这是我还没有推之前的想法，美军是要从中路打开突破口，因为中路这个地方房屋和树林 <laughs> 挨得比较紧密，没有那么大的空地适合突破。 当然，德军也很明白这一点。然后，但是中路的话呢，相比于左侧、右侧的火力少很多，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呃，不知道是果园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呃灌木丛比较多。射击的时候，每穿过一束灌木丛，它就要加一点修正值，投子数就要加一个修正值。 所以德军是不可能把机枪放在这个位置的，对吧？事实上也是你看德军把重机枪，呃，包括他的一些轻机枪都放在了这左左边和中间，也就是说右边的火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只有这边一挺轻机枪。所以优先压制右边以后呢，我就可以从中路靠右的位置进行突破，然后在部队展开，从侧面进攻左路。 而如果你要去想压制左路的话呢，就比较麻烦，因为左路这边其实射界是很空旷的。德军这个设计啊，这个射界是很空旷，不像这边有很多灌木丛。所以我是这样一个思路啊，然后我们试试上看看结果会如何吧。OK，那么就正式开始啊。美军这个首先准备阶段没有啊，准备火力阶段啊，这个剧本因为地地图比较大啊，准备火力阶段一开始双方谁也看不到谁。 对吧？因为美军只能在这个绿线以以下来布置，所以没有多少好的这个布置位置。双方一开始是互相基本上都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也跳过。好，移动阶段。好，首先美军这挺机枪，啊，这挺机枪使用这个，呃，通常移动，啊，一二到这个格子里来。好，德军。 德军没有单位能看到这个格子啊，啊，这个单位能看到，但是是已经超过射程了，对吧？没有德军没有单位能看到，能看到也射击不了。这个十点格子也超过射程了，德军的没有没有部队能打到。OK，那么就没有部队能射击。然后美军这挺机枪也是使用这个，呃，移动到 N 六啊，到 N 六。 啊，美军使用进攻移动啊，但是其实有没有进攻移动都无所谓，因为也没有也没有单位能够看到这个机枪。OK，好，然后美军这边这边排长带领三班士兵使用这个普通移动，也就是简易的修正，普通移动，呃，六点移动力，一二三四五六，移动到 B 四，一二三四五六，移动到 B 四，那么一二。 啊，树林是需要两个移动力的。第二，虽然它有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只是进行这个视野计算啊，不算它的移移动力计算。好，三四到这儿的时候，德军选择射击啊，由这半视频进行射击。那么，首先是这个，但是它的射程已经超过了它的呃最它的这个普通射程啊，所以只能以一半的火力，也就是两点火力射击，两点火力，然后是呃。 减一的修正，因为它是它是它不是进攻移动，但是树林有一个加一的修正，所以抵消，也就是两点火力进行一次普通射击。啊八，啊对我忘记我忘记把规则打开了，稍等一下，两点火力八，也就是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那么德军再次进行一次射击，因为它这边需要两点移动力，德军可以执行两次反应量，两。 就是所有能看到的班呢，都能执行两次这个反应射击，就是一点火力，啊，什么修正也没有，那结伴了嘛，啊，那再设计一次没有没有射击啊，那么这些部队就很从容的啊走到这个位置。好，美军这一班部队也是在排长带领下，啊，使用普通移动一二三四五六到这个位置啊，没有单位能够看到它，没有单位能够看到它。 好，然后我们军这边，啊，这支步兵班使用这个，呃、啊，通常移动，H 六、H 五、I 五这样走，啊，首先走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没有人能看到他，我们再看一下，对，这个被房子这一脚卡住了，好，到我看一下要不要走 H 五啊，如果走 H 五的话。 啊，H 五啊，可以，因为他已经射击完毕了，他不能够射击了。到 H 五，他能看到，但他不能射击了。啊，其他敌人，呃，德军其他单位是看不到的。OK，对吧？尽管来说，这儿看起来好像是可以从这个缝隙里看到，实际上并不能。啊，然后再到这里，OK，移动结束。好，这个排长带着这个呃喷火工兵啊，我们看一下。 你看啊，我们如果走 I 七的话，就会被这班德军看到。虽然这个射程已经超了，超了吗？超了，啊，没超啊，四、啊，哦，九超了。那其实无所谓了，那其实走那边都行。哦、啊，走这儿不行，这儿有个五，这个地方能达到，啊，这儿打不到。我们这班部队走 I 七，然后到 I 六，再到 I 五。 也是没有人能看到，也是没有人人能看到，对吧？哦，走到 I 这个 I 六的时候，德军倒是能看到，啊，能看到。那那我们要德军要执行是，等一下，我们想一下，如果他射击的话，那这边其实就有，嗯，可以，德军选择射击啊，这个地方。 是八格，那么机枪是满火力，然后这个步兵班是一半的火力，也就是五点火力值，四、就是、点火力值，然后加三的修正，这、就是在房屋里面。好，射击，啊十一啊，那就没事了。那么德军再射击一次，就是还是三点啊，机枪啊。 德军不射击了，因为再射击的话，这个机枪它过热会降两点，就是会变成十十以上就会损坏。那么德军只设计这一次啊，不开枪了。那么美军还是到这个位置。<coughs> 好，美军这个排长带领士兵啊，从这儿走到 M 七啊，不对，走这个 N 七，然后到这个地方啊，也没有人能看到 <coughs>。OK，那么美军的这个移动回合结束。 好，防御火力，德军的防御火力阶段啊，德军啥也看不着啊，没有防御火力，进攻火力，美军，美军有能开火的吗？好像也没有，啊，美军好像也没有能开火的单位。那么美军也，哎，这能看到那吗？啊，看不到啊，被这个这个房子这个角挡住了，这里也挡住了，那美军也不能开火，撤退没有，推进啊，推进阶段。 这班步兵扛着机枪啊，向前推进一个，移动力是够的。它三点重量正好，步兵的没有任何移动力损失。推进一个到这个位置，然后美军这挺机枪和这个步兵推进一个到这个位置啊。步兵班一般步兵推进到这个位置，一般步兵推进到这个位置。对，然后排长和另外一班步兵不动。好，这边美军向前推进一个步兵班，其他步兵不动。 啊，这里，这里的话，我想一下，美军向前推进一个这班步兵，然后剩下的部队向这边推进一个。好，这里，这里美军也是把部队把一支步兵班往前推进一个，呃。呵呵 其他部队，其他部队，我想一下，然后把这支步兵班向向这儿推进一个，好，其他单位不动。OK，我们把移动标记去除。金战没有，然后到德军的这个恢复阶段。<coughs> 德军的恢复阶段、哦，我们把这个标签先去掉。 德军恢复战没有？OK，德军的准备火力阶段啊，德军准备火力阶段。那么首先是看一眼啊，他能打到他，他能打到他，他他他,他不能打到他。那么这两班士兵组成一个火力组，向这个美军开火，准备火力，就是八点火力啊，八点火力值。 然后加三的修正，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好，这个机枪和这个步兵一起，加上排长的引导，我想一下，呃，加上排长引导时期十一点是八点火力。哦，不对，六点射准，所以是一半的火力，八点火力，八点火力啊，对吧？ 像这版还是像美军这版视频设计，呃，步兵班只有一半的火力啊，只有二，所以是八点火力减一修正，呃，加三就加二修正，八呃是七、啊、e M C 啊，进行一次 E M C 判定，是七啊，七大于六，所以美军这班部队就崩溃 break，呵呵被机枪打崩了。 OK，好，然后美军这班步兵向下面这个美军这个机枪开火是应该是六点火力啊，对，六点火力加三修正七啊，也是 NMC 啊，普通的 MC 八啊，那么这班美军也崩溃。 机枪压别人，准备去压别人，结果还没开火，先被对面压制了。行，你看，就是我刚刚说的吧，就是用这个火力来，就是跟美军对射能，能够能够多压住一些人是最好的。这般步兵能不能处理？好像没有办法处理啊。嗯，这边也打不到了，应该打不到了。 达不到了，行，那暂时就这样啊，准备回来这样结束。德军的移动阶段，呃，德军其实也没多少好移动的部队啊。这个排长其实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危险？九格机枪能打到，那不行。那这样的话，万一要恢复的话是。 不行这个排长往后退一步，退到这里，然后其他的不动。外面又在喊那个了，就是要这个做好日常防护，做核酸，然后不要到处跑。 呃，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要动的，就这样啊。啊，美军的防御火力阶段啊，美军可以射击了。那么首先，美军这班士兵啊，朝这个德军开火，六点火力值，然后加三的修正。这班应该下面这班应该看不到，下面这班看不到，下面这班只能看到，可以看到这个啊，看一下，仔细仔细量一下。 这个白点出发到这个白点，啊，看不到被房角挡住了，这儿也看不到被这个房，那叫他六点火力加三修正九，9, 啊，那就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好，然后这班机枪，这个步枪兵，看一下啊。 这个机枪和这个步枪兵组成火力组啊，我不呃我不加这个，因为这个加的话会要多加一点修正，因为这有个灌木丛。如果整个火力组中间有一个火力组的火力加就是有灌木丛的话就，就你就都要加。所以不加这六点啊，所以就是这两就是十六点火力啊，十六点火力。 对这个德军这半步兵设计，加三的修正有十六火力吗？有吧？有，加三修正。退缩，嗯，可惜啊，退缩十二点火力，然后是十三，那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啊。美军打出这个退缩还行啊。这边步兵单独射击啊，六点火力加四，对吧？那对吧？单独射击也可以打嘛。 啊，等一下，他能不能看到啊？他看不到，啊，那是也没没事了，没事了 <coughs>。OK，那么美军的防御火力就，德军进攻火力阶段也没有需要射击的啊。撤退阶段啊，有美军这半部队要撤退，那么他往后这个啊，撤到撤到这个后面来，往后撤一步。然后这半部队，呃。 一二三四啊，车到这个位置来啊，因为都没有在空旷地方，所以呃，就对面没法进行拦截。推进阶段，德军的推进阶段，呃，没有，德军没有什么要推进的。好，然后进站没有恢复 o、OK, k 那么就到这个第二个回合啊，把这标记的去一下。 OK，到这个今天推两回合吧，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对。一开局的话，其实不用很费时间。那么到第二美军的第二回合，首先是恢复阶段啊，美军这边有两班步兵需要恢复。首先是这班步兵，它是一个加四，4, 然后减一减二，2, 就是加一的修正。七啊，七小于八啊，那么恢复这班部队恢复了。 美军注意，他虽然只有六点士气，但是他崩溃以后的士气有八点。德军是七点，或者这种应该是六点，这种是七点。就德军的崩溃之前、之后的士气是一样的。美军的话是崩溃之前士气小一，崩溃之后士气会要比平均值大一。就是他崩溃的部队其实挺容易恢复的，但是部队又很容易崩溃。<coughs> OK，那么这班步兵也来恢复。这个班步兵的话就。 只有个减一的修正了、啊，排长不能没有什么加成，就加三的修正可以六点啊，这个投子投子可以，那么这班部队也恢复，哎，啊都恢复了，就德军压制住了美军，但是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好，然后到这个准备火力阶段，美军准备火力阶段，首先还是这两班步兵啊组成一个火力组。 朝那边射击啊，一样的，一样的剧情啊。朝这个射击，一十六点火力加三修正，七十一次这个普通判定啊，普通实际判定 NMC 十啊，那么他崩溃 break。 没能扛住压，这班德军直接崩溃，呵呵十大于七。OK，么、嗯、好，然后美军这半部队还是一样啊，这半部队朝这边射击，六点火力加三修正，退缩四点火力，然后七。 啊，一次定时检查，虽然退缩，但是打的结果还是不错。十一啊，大于七，那么这半部队被定死。OK，那么没有了。在移动阶段啊，美军移动阶段，那么首先还是这半步兵啊，用普通移动到这个位置啊，美德军回到这个位置，德军没有部队，德军其实有部队可以射击吧？这边部队可以射击啊六点射程可以打。 然后这里呢，这里要加一的修正了。九点射程啊，不能打。八点射程不能打啊，只有它可以射击，是一半的火力射击。呃，那么德军选择不射击。好，那么还对这边，呃，这边的话，我想一下啊。 美军 <coughs> 一般部队使用进攻移动啊啊，不对、啊，我想一下，不是这样搞。首先是这个这个鸡啊，这个小队行动，他首先朝这个 J 四这个位置打烟雾弹啊，进行一次烟雾判定。一好，那么烟雾打出来了，成功。一小于三啊，烟雾打出来了啊，然后这班部队部部队是。 直接结呃结束移动啊，不移动、啊、那么他打烟雾弹是可以触发反应射击，但是没有单位能够看到他，所以没问题。好，那么美军这班步兵使用这个进攻移动，移动到烟雾中去。好，然后这个时候德军选择射击，有这班机枪啊，这个位置是能看到的，所以我才打烟雾弹啊，七点射程啊，这个位置看不到。 呃、嗯，他能看到，但是只有一半的火力，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他看不到，呃，是他是有这把机枪啊，这个八点，我想一想，应该还是八点火力。等一下，他他这里穿过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呃，灌木丛，所以要加一点修正。烟雾加二点，加三修正。呃，八点火力减一加三加二修正。OK。九，一次定死检查来。八啊，八大于六，那么这边美军被定死啊。定死不是一个好事情，这说明这班部队会被留在原地。 我本来是想他过来以后就能够推进进去的，但是现在他被定死了，就只能留在原地。同时，这边还有一个四点剩余火力。OK，那么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呃，呵呵嗯，他这里还有一个两点火力，然后。 两点修正，但是我先就德军不打了。我看一下，如果只从这儿走的话。 等一下，我这烟雾弹是可以遮蔽视野的吧？我搜一下，烟雾弹应该是可以遮蔽视野的。嗯，嗯，为什么不能搜索了？Why？哦，是不是工具选错了？ 哎，重新打开一下，为什么我突然这玩意儿不能搜索了？对呀，一点一二五，OK，看一下啊，烟雾弹。 啊、哦，烟雾弹是作为那个灌木丛啊，灌木丛，呃，啊，烟雾弹是作为灌木丛，也就是说，它要加一，额外加一，应该说是，那就没关系了。那我们这个这班步兵啊。 使用正常移动，一二三四一二到这个 K 五位置，首先移动到 J 五移动到 J 五的话是没有单位能够看到的吧？他能看到，但是要一个呃，就是两点伤害，然后是第二啊，但是要减一就是加一啊，那可以，那他射击，这边步兵射击。 呃，是一个两点火力，然后呃加二减一，也就是哦不对啊，加二减二没有修正，加二减二了，没有修正，两点火力七啊，但是投的不太好，没有打出伤害来，但是还是留下了一点剩余火力在这个地方。OK，那么它继续啊，继续移动到这个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的话，机枪就能看到他了吧？啊，看不到也看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他能看到，这班人能看到，射程是四，其他单位也还是看不到。他能看到射程员，射程是四，也就是说他只能以两点火力射击。呃，灌木丛不算是空地，所以不享受解，但是他有一个。 那个减一就是它是正常移动减一，1, 所以是两点火力。那么它设计两点火力减一修正 9, 9，九就九减一是八，两点火力八也是什么事情没有发生，留下了一点剩余火力。OK，好，那么就这边就不其他单位就不动了啊，其他单位就不动了。好，这边这边的话，这半步兵。 使用这个通常移动到 H 四，走到 H 四。我想我想一下，呃，我先看一下这个设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四格，三格哦，这都能看到，这俩都能看到。他现在的火力是一点，扣啊再扣啊，他现在的火力是扣啊。 两点，但是超过射程，所以是一点，都是一点火力。那他向 H 四啊投掷烟雾弹，这般美这边是向 H 四投掷烟雾弹啊，一点又成功了，哇，美军这个投资还可以，投掷烟雾弹，然后使用普通移动进入这个烟雾弹范围内。 这个时候，德军这两班步兵组成火力组啊，组成火力组进行射击，也就是，呃，他是只剩一点火力了。他是因为超过射程，这边是四个吧，四个，所以是扣二再扣二也是一点，就一共加起来两点火力，然后是加二修正，但是他因为是呃，他是啊，他是进，他不是进攻移动，所以要减一，所以只有加一的修正，啊，两点火力加一修正。 啊，那没有了，什么也没发生。OK，留下一个一点的剩余火力。好，呃，其他单位的话，啊，这班士兵向啊，这个美军这班步兵向，还是向前面这个位置啊，准备回这个位置移动一格。然后德军没有单位能够开火啊，都看不到。哎，等一下，我看这个这班人看得到吗？ 啊，这可以看到，刚刚忘记了，这可以看到。那、啊、没关系，那就触发它的设计。它这边是六格，就是二加三，四点火力。然后是这个，它是进攻移动过来的，所以是呃四点火力的加一修正啊。四点火力加一修正，退缩，退缩的话会立即结束他的这个就是反应设计的回合。 然后变成两点火力加一修正，那就没有了。OK，好，这边的话暂时先先不动，等一下啊，对，先不动。OK，那么美军移动回合结束，把这个剩余火力删掉。好，防御德军的这个防御火力阶段。 德军的防御火力阶段，德军也没有其他单位要射击的吧？我看一下啊啊，这把能打到谁？啊，谁也打不到，好像也没有单位能设计。好，美军的进攻火力阶段，进攻火力阶段的话，机枪不能射击啊，因为它是刚刚搬过来的，只有这个步兵班可以射击。 步兵班可以打，可以打这个，但是有一个加一修正，这个步兵班谁也打不着，啊，那么看一下啊，好，那么这个步兵班对吧、这个？加六点火力，加四修正，打这个班，呃，六十，啊，那没有什么事没发生，OK。 好，然后这半步兵和这半步兵组成一个火力组，这两班步兵啊、哦，不是六点火力，它是进攻火力，还只有四点，那那更更没更更没事儿了。OK，组成一个火力组就是八点火力，设计这半德军，八点火力加三的休整。 九，一次定死检查判，但是他已经是定死了，所以没必要检查。然后这半被定死的美军只有一半的火力了，其实也可以打他，或者是打机枪是没必要，他射程没那么远。打这半的话，就是他首先要减半，是三点，再减半一点五点。 再加一两点，就两点火力值，加三修正，嗯，随便打打吧，反正也不也不耗费什么东西，啊，但是也没什么效果。这边能打吗？这边好像打不了，是吧？这边谁打不了？这半步兵向这里射击是六点火力加三修正，啊，四点火力说错了，四点火力加三修正，四六。 普通的实际判定，无啊，射击判定通过，嗯、啊，什么事也没有。好，那么美军的这个啊火力设计也完了，OK，那么双方设计都完了 p r i m fire 和这个 defend fire。好，然后到这个撤退阶段啊，德军这班步兵要撤退，其他的都不用，但是这班步兵他，呃。 他其实可以待在房子里面不用撤吧？我想一下，啊，美军下个回合不撤的话，这边中路没有崩，这边没有崩，美军也不敢轻易靠近这个房子，所以德军可以选择不撤，直接在房子里面恢复就行了，不撤就就就就留在这个房子里。哦，不对，如果留在房子里的话，美军可以持续向他射击，让他保持这个 DM 加四的状态啊，但是还是不撤，就放在房子里不撤。好、哦，不撤，行，那么。 美军的这个推进阶段，好，美军的推进阶段把这边把步兵啊全部推到这个树林边上来，这边啊准备火力的这个不推了，他往这儿推，他往这儿推，啊对，然后他往这边推，他因为被定死了，所以推不动，不能推。 呃，哎，他不用，等一下，他就在这儿吧。他往这边推，等下，他往这边推，他往这里推，是这样的。啊，他不动，他就跟他这两班是不是叠在一起啊？不动，不动的话是不是有点危险？他往下面推一个吧。哎，不推这个，下往推一点不好，但是，呃，啊，也可以。 就就刚刚那样吧，这一朵不动，对吧？这这一点先不动，作为预备队往后面在后面等着。OK，然后这边的话暂时都还不动啊，都是。<coughs> 等一下，看一眼。 嗯，这边部队往前面推到这儿，这边部队往这儿推到这儿，机枪。 机枪加步兵也一样，也也也一起推到这个位置。排长推进到这个位置，哎，排长不用推，就排长就这样，别别推了。排长推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危险？基本上能打到。哎、啊，对，排长别动了，就这样。OK。好，进站没有？好，到这个德军，德军的恢复阶段。 我们确认，德军把这个压制这个定时标记去掉啊，这半部队进行一次自行恢复啊、呃，加四加三八啊，八大于七没有，那这个这个标记去掉，但是它还是崩溃的。好，那么德军的这个准备火力阶段，准备火力阶段，美军好像人都上来了呀。 嗯，机枪班被挡住了，他被他自己挡住了。机枪班啊，这个还是这个机枪班啊，这个八点火力减一修正，准备火力，朝这个位置的美军开火。 哦，刚刚推进，等一下，嗯、呃，啊，已经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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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其实我本来想把工兵推上去的，美军应该要把工兵往上推，但是忘记了，工兵刚,刚可以推的，推上去吧，这个确实是需要工兵推上去啊。 刚忘记了，因为工兵刚刚是没动的，是可以动的，并并不存，不是那个、嗯，忘记了。那么德军这个机枪就不射击他，射击他，射击这个工兵这这一垛啊。那么工兵推上去的话，这班步兵就别推上去了。等一下，刚刚是怎么样来着？是这样的情况是吧？这样的情况是吧？那我这班部队推到这儿，工兵推推上去。 啊，哎、算了，别推工兵了，就别,别别别别别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搞搞得我都乱了、啊。忘记了就忘记了，算了，等工兵下个回合吧。工兵下个回合，忘了就忘了，别搞了。那即将还要设计这个这个美军啊，这班步兵，所以这班步兵啊，八点火力值加三修正，退啊没有退缩，他要排长。 八七，EMC 六七啊，七大于六，所以 break 这班部队被崩溃。<coughs> OK，那么他可以打这班骗的美军啊。 这班步兵四点火力射击这班被定死的美军，四点火力，然后没有任何修正啊，射击这班美军，哎，啥也没有。这两班部分组成这个火力组射击这班美军啊，八点火力加三修正，射击这班美军。 八十啊，没有这班部队加机枪班射击这班美军啊，六点火力加一修正六八啊，一次定时检查。 哎，不是六点吧？好像只有四点啊。六格是四点，那就没了。好，然后这边这个要设计的话，会要穿过这个这个格，这个这个灌木丛的格，所以不行。那么就。 这班机枪加这个步兵一起，一共是六点火力射击。涉及这里加一的修正，七八啊，定时检查三啊三就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啊。这班步兵射击下面这班美军四我看一下，五五啊，都是五的距离。 都是五的距离，那那没两点火力，两点火力加一修正啊，没有了。这班步兵射击下面这班美军啊，是超过射程，两点火力，呃，两点火力这个有灌木丛加一加二的修正，啊，那也没了。 这班士兵，这看不到还，能打他或者他，这边都看不到。他射击这班部队是两点火力加二修正，啊，也没了。德军这个头子不太行啊。这边是崩溃的部队啊，嗯，他呢？ 他谁,他,谁他谁也打不到，他谁也他谁也打不到。好，那么准备火力阶段结束，德军的移动阶段，德军。 没什么好移动的，没有不动。美军的防御火力阶段，好，这下表现的时候来了，呃。 一般步兵，一般这个我看一下啊，这点机枪也可以，算了吧，这点机枪我还是要打别的吧。一般步兵射击这个德军是六点火力，呃，加三的修正，打这般崩溃的德军。那么首先他要加一个 DM 标记，因为六点火力加三修正最小是五。 那么五的话是可以投出 EMC 的，所以它需要加一个 DM 标记。好，九啊，什么事也没发生，没关系啊，这就是我需要的这个，对吧？剩下这三班十八加四二十二，也就是二十点火力。 组成一个火力组射击这个这个德军啊，这个德军二十点火力加三修正八，二十点火力八，也就是这个二 M C 啊，投出来十加二是十二，原始骰子不是十二还好，那么它是需要这个。 呃，开那个，首先是崩溃，然后是 E R 这个班长被阵亡，他经验值要降个等级，然后他是 break，好，那么这边射击完毕，这挺机枪加这个步兵一起是十点火力，然后射击这个。 德军，呃，是加四的修正啊、哦，没有十就是八点火力了，加四的修正。十二，十二应该没有了，我先把标记拉上。十二没有了，OK。哦，对，刚刚机枪过连射没有，都没过连射是吧？二二的连射没过 <coughs>，OK。 好，然后这边这三班步兵组成一个火力组，射击这个德军，就是重机枪这个位置。好，然后射击的时候就，因为它是加固的房屋，这个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房屋就，啊，就就就就显示出来了，是这个克隆的这个这个房屋。 啊，不是克隆啊，马克几什么克隆？加固的房屋，啊，这个我先给它这样一下吧，对吧？然后这个就显示出来是加固房屋啊，这个因为就发现是加固的了，呃，是十八点火力，有十八吗？没有吧，只有十六，十六点火力，然后加四的修正，打这个，这头子太好了，七。 I M C 啊，人从排长开始，I M C 六八啊，八等于八，那么排长先被定死。那么被定死以后就，就呃，我看一啊，定死能不能加那个定死，应该也不行了吧。 啊，果然，啊，pen 就直接是定死，但是他不需要他这个，呃，怎么说，就是下面的人应该不需要接受这个，嗯，little loose task check，啊，不是 little loose。 对吧？不需要，但是他但是他不能给他不，他就是说下面人不需要额外进行判定，但是他不能给步兵提供这个加成了，就是他只能自己独自去判定这个呃，I M C 了。O K，七啊，七等于七，那么机枪班也被定死啊，就机枪班和这个排长全部被火力定死。 好，然后这边我还有三个班的士兵啊，看怎么打。这边他已经崩掉了，那么这个 BR 打这个，这个步一班打这个，六点火力加三修正打这一班人，退缩，四点火力，呃，哎，四点火力，咳咳然后是九啊，那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来打这一班人，他看不到他嘛？他打后面这班人，六点火力加三修正，七啊，NMC 好，十一。那么他也是要呃进行一奥但他已经是最差的了。他班长阵亡对他经验值没有任何影响了。 呃，但是他 break，他要这个崩溃，好，那么还有这半步兵，这半步兵的话，朝这个刚刚朝他射击的这个德军这个掷弹兵这里开火，六点火力这个加三修正，退缩啊，行，四点火力，那那就肯定没了，这个差太远了。 那么就设计完了。那看样子，这个剧本还可以啊，就是步兵对射的情况比较多，因为毕竟也隔了这样一个中间这个空地嘛，就双方隔这个空地在对射，对吧？这个激情对射、啊，对射情况比较多。好，那么德军进攻火力阶段，德军也没有多少部队要进攻火力啊，打不了了。好，撤退阶段，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呃呃，pre fire 删掉，把这个 d e f e n s e fire 删掉撤退阶段，首先德军这边。 呃，他这两班部队要撤退，呃，他可以不撤、啊，但是我们还是撤吧。这班部队一二三四五六撤到这儿，这班部队也是一样一二三四、啊。我看撤退应该是能撤退六个移动点数吧，应该是最多、啊。呃，route，我叫 routing。 啊、哦，有六点移动力，对吧？用完以后就没了。啊，当然有排长加入的话，应该可以再加两点吧。 哎，除了这个受伤的排长有六点，受伤排长是几点？ 啊，对，没错。OK，没错，六格，那就他只能撤退到这个位置啊，他还不能直接撤退到排长那儿。 这班部队直接向后撤退，然后其他的部队他还是不动。啊，等下我先暂停一下，各位，稍等一下啊。好啊，我们回来，我们回来。OK。那么美军这边的话，就这半部队向后撤退，撤两个四点一动力到这个排长这儿。OK。那么，呃，其他的应该没有了啊，没有了。德军这边还是不撤。 其他的没有了，可以推进阶段啊，这个是德军的推进阶段。德军这班步兵往这儿推一个啊，虽然叫推进阶段，实际上它也可以往后撤嘛，也叫推进，推一个。咳咳呃，德军准备往后转移了，向后转移。了，这个阵地已经差不多算是失守了，对吧？扛了美军两个回合，差不多算是失守了，因为两班部队都崩溃，向后撤退了。这边要开始放，准备放弃阵地了。 呃，其他的没有什么需要动的啊，我看一下啊。呃，这边部队要推到这儿来吗？看一下，好像不需要，就这样。OK，进站阶段没有，然后啊，到第三个回合，那就之后再说了。OK，啊，这个这是不是歪了啊？就这样吧。看一下情况，场上情况，美军。 算是左翼已经展开了，中间的话有一些部队在后面，但是，呃，也算展开了一半吧。右翼这边的话是已经准备从这儿向中路靠了，右翼这边已经把德军这个已经成功的压制住了德军，啊，中路的话也是迫使德军开始放弃了自己的一线阵地，然后美军现在的就准备是从这边对吧？这边继续保持，啊，包括这些部队可能也要从这儿展开。 呃，继继续保持对对面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是进行火力射击，用就牵制住德军。就德军如果向后撤退或者转移，那么美军就准备往上冲；如果德军坚持对射，那么美军从右路这边就有机会，对吧？然后这边的部队就准备从中路开始进攻，然后右路这边也是保持对这边的压制。美军的想法还是左路、右路用火力压制，然后从中路。 对吧？从中路进行突破，啊，然后德军这边的呢，还是先暂时放弃前线阵地，然后用这一线的防御，就是在这一线来进行一个防守，啊，然后这班部队的话呢，看情况撤不撤单它其实不太好撤，因为首先一个德军的部队都是没有烟雾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个空地，呃，美军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呵呵目前是有单位能看到这个空地，你看这有地方能看到，呃。 就这吧，这有一垛单位啊，这些单位都能够看到这个，呃，德军，德军如果跑过去的话，要吃一次这个，呃，普通士气判定，呃，等一下，停，啊、哦，没事，呃，所以他跑过去的话，可能还会要，可能会进行减员。 啊，当然，他要他不跑过去的话呢，他就会一直被压制，以至于他不能恢复。但是目前这个位置呢，还算是应该算是还算安全吧，因为这边还有部队在，就能看住这边。啊，这里其实看不太住啊，这个角落好像看不太住。就还算是有些部队能够勉强啊，这儿能看到一点是吧？虽然有点，呃，怎么说？ 有一个这个灌木丛影响这个射击，但是勉强能看住着，对吧？这个机枪也能，不过可能德军还要应付这边的部队，呃，有点应接不暇。这支部队其实也可以往后撤，呃，下回合吧。这回合我还是不撤，等下回合美军的发展，然后我再看撤不撤。因为你要走这个，肯定是要吃一次 NMC 的。现在吃和等一下吃是一样的结果，呃，对吧？你这样现在站在这儿，美军还比较头疼，因为。 他，你这边有部队的话，他还可以往这看一看，他还是不敢往这冲嘛。然后你侧面有支部队的话，因为他虽然是加加三的这个恢复的点，呃，这个 break，但是他说不定运气好投中了，自行恢复了，对吧？那就又是一个火力点了，啊，这个火力点就复活了，所以先卡在这不动。啊，德军准备从这个地方看能卡美军多少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回合了，呃，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了，就是这个回合数。 啊，美军依然没能踩到这个，甚至没能踩到这个板块上，因为这块板下面这块板的房屋都是不算的，啊、呃，只算上面这块板的房屋。那行，那这期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关注视频，我是林七，我们下期再见。